偷开着的是怎么黑，门开着的手却不能归，早熟悉了却受累，早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那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输不起呢说反悔的嘴巴，伤害都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但请管好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早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但请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将就随之起，我更为你痛泪，门开着的手脚不能回，早熟悉了却又说累，早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舍不起的说反悔的嘴巴，伤害都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但请管好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早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烦，但请管好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早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但请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别正直的这首歌每个人都在投入其中，这首歌真的我也看得出二位也在享受其中。现在只要说一句保全我的嗓子。嗓子咋了？我嗓子也是差不多的。冒烟的状态。我觉得就是嗓子哑不哑这个问题，它可以用很多方法去规避掉，但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就是要真实的那个东西。这次跟深深合作非常的开心啊，是因为我觉得深深在我深深的心里，其实他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谦虚低调，
非常有才华和有思考能力的一个歌手。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他其实在整个歌的设计和编排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思考。你要不要讲讲你选这首歌那个背后的那个，就我们因为现在越来越方便，所以我们接收信息也会越来越方便，我们表达的路径也会变得越来越方便，就好像大家的那个戾气啊，或者是那个不开心的那些负能量，那些负能量被喷出来之后，他们喷着喷着喷着，好像那些他们喷的那些黑色才变成了真实的真相一样。我不懂，然后就那一下我其实脑海里面就会跳出这首歌。深深讲这个歌的时候，我就一拍即合，我就想说我鼓励这个时代可以有更多的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绝对不要去跟风。我觉得很多的话可能我们讲出口的时候可能需要思考需要掂量，而不是说随口就可以来，往往因为你的一句轻描淡写而正好击中他的那个内心。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爽的地方是当你内心装不住了，你就释放出来，你就喊出来，你就喊出来。我觉得不要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自己心里，让自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我们的生活的状态应该要更加的乐观，对，而那些所有的东西那些阴霾，我觉得不要让自己沉浸在那个里面太久。对对对，一定要让我们的自己身上的光亮，我们自己身上的阳光去盖掉那些乌云，因为世上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东西的。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表演，真的很谢谢你们把那一段分享出来。我觉得歌手真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灵魂，就是内心的那种真实的声音的呐喊，然后今天我真的就是感受到，然后也谢谢所有的歌者们，谢谢所有在舞台上付出的人，真的真的谢谢 Angela 老师，谢谢谢谢。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我不太能用一种音乐形式来定义它，我觉得它有很多元素在里面，有一种中西碰撞的感觉。就前面他们的斌哥跟周深的那种感觉很像百老汇的音乐剧，很古典，然后后面一下子又进入了一种很流行的那种状态，然后他们的唱腔也一直在改变，然后我听到了很多原生态的东西，我觉得特别美妙，让我看得很爽，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态度很潇洒，就像我们刚刚聊的这些话一样，现在网络上可能更多的人把网络当成了一个发泄的地方，不如选择一种正确的发泄方式来唱这首歌，我觉得会更好。谢谢毕晨，谢谢。其实看到两位的名字出现的时候，我就超级期待。我想做一个比方，就好像说，一个超级一流的大师级的乐手拿了一把全世界最厉害的琴，无疑胡彦斌就是那个最厉害的 master 的乐手，而周深的嗓子就是最厉害的乐器。但是我在听这个歌的时候，我也比较害怕，就是说两位是那种比较游刃有余的演唱。因为如果游刃有余，那么这首歌的含义似乎就不对了。但今天我看到了两位近乎崩溃的表演，所以今天二位的这个表演我觉得恰如其分，这个才是最厉害的，把这首歌的充分理解表达在这个舞台上非常之完美。谢谢二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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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更要谢谢周深还有彦斌老师给我们带来这首充满力量的歌曲，谢谢二位。